Hello，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汤老师。我们继续学习资产要素，而今天呢，我们先学习固定资产。我将会从四个角度来帮同学们分析：首先是概述，然后呢是成本，后续计量，最后是处置，逐一讲解。讲解之前呢，我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假设一个企业它持有一个起重机，也就是一个设备，一个机器。那请同学们，这一个设备机器对于企业来说，它属于什么？属于哪一类资产？同学说老师啊，这个我知道呀，它属于存货啊。有同学说老师不对，属于固定资产。还有同学说不对，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等等。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想要判别一个资产的类别，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即这一个资产的用途是什么？如果我们企业是生产加工起重机，然后呢出售，或者说倒卖起重机。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个起重机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属于的是存货、库存商品，因为它的用途是出售，是为了卖它。那如果说我们企业持有这一个设备的用途是其他方面，比如说生产产品，比如说提供劳务，或者说出租。再或者经营管理，那这些用途下，同时我们这一个设备，哎，这一个资产它使用年限也超过1年，那该类资产我们取个名字叫做固定资产，专门开一个账户，将其金额的增减变化在其中进行记录。同学们跟着我来分析，这一类资产它的用途虽然说有四个官方的定义。但是呢，我不希望你仅仅看定义，这个定义背不住的。这一类资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我们是使用它给我们企业带来经济力的流入，不是出售。所以说，作为初级会计实务这门课在预科阶段，固定资产该怎么理解呢？很简单啊，当我们企业持有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呢不是出售，而是使用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力流入，而且呢使用的年限超过1年，同时呢，脑子里想几个事例，房子呀、车子呀，或者说是什么，是我们的机器设备。当然呢，我们企业不能说这个房子、车子和设备就是为了出售它，那房子、车子和设备就属于我们企业的存货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企业要使用房子、车子和设备，那这个时候房、车、设备就属于我们的固定资产。那接着，跟着我来思考一下。假设呢，我们企业直接购买了一个起重机，一个设备。购买完之后呢，我们将其的金额在固定资产的账户当中予以核算。但是呢，如果我们企业不是去购买它，而是去自己生产一个起重机，生产完之后呢，我们要使用它。来，注意我的用语，我并不是说我们生产完一个起重机之后去出售。而是我们生产一个起重机之后呢，去自己去使用，给我们企业带来经济力的流入。好的，我们开始采购零部件。你看，各个的小部件，钢筋、水泥，对吧？一些东西。同学们，这些零部件的采购，我们金额记录在哪一个账户？还是固定资产吗？不是的。当我们企业购买一些用于生产固定资产的材料，我们需要将其金额记录在工程物资当中，看600万。然后呢，我们开始去组装这些零部件，开始去生产这一个起重机。在生产过程中，随着我们的生产的各个流程的推进，零部件我们工程物资的金额转移到了在建工程这一个科目当中。然后呢，最终我们生产完毕这一个起重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最后我们再将在建工程当中的所有金额，我们结转到固定资产当中。通过这一个小事例，我想帮同学们引出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另外两个科目，一个是工程物资，一个是在建工程。同时，跟着我思考，那我们企业如果
形成了一个固定资产，甭管是加工还是外购。那这个固定资产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在《零基础抢先学》这本书当中，我会根据固定资产的取得方式啊，直接购买，我们自己建造，或者说出包，帮同学们梳理了相关的各个成本支出。但是呢，在课上，我不想带同学们把每个细节去讲一遍，因为这细节的确是考点，但是我现在讲的话，你过两天也忘光了。我想讲一个本质，在一项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合理支出，我们都是要计入到固定资产成本的。这里给我对比记存货的成本，而我们企业取得存货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之前，一切合理的支出计入到存货的成本。为什么这里是使用状态？因为存货我们是为了销售，固定资产是为了使用。同学们可以记住我这一个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原则去看一下《零基础抢先学》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细节性的内容。举个例子，哎，我们这个起重机我们构建好了，但是呢发现我们企业没有人会使用啊，于是呢我们开始请一个老师给我们的员工进行培训，培训我们的员工来使用这一个起重机。那请同学们，员工培训费需要计入到我们起重机的成本吗？需不需要？要不要？哎，你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合理支出。哎，你会发现员工培训费是我们该起重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发生的合理支出呀，之后它就不计入成本。再举个例子，我们在构建这一个起重机的过程中，对吧，不是买了很多零部件吗？不是有很多零部件吗？假设很不幸台风来了，或者说洪水，或者说对吧泥石流地震，导致我们这些零部件毁损了，那请同学们，那这一个零部件的成本要不要再转移到固定资产成本当中？注意我的用语，这些材料都是因为自然原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毁损灭失，那请同学们要不要计入到成本？看我这个原则呀，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合理支出，那请问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支出属于合理支出吗？不属于啊，所以说不计入成本。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固定资产成本的梳理，我不展开，同学们课后自己去看一下细节性表述，基础班会着重讲解，这里记住原则即可。接着后续支出，假设我们这一个起重机成本是600万，那请同学们，随着我们使用这一个起重机，它的价值是不是逐渐的下跌呀？因为使用它导致它的价值下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是不是一个手机，假设这一个手机6000块钱，然后呢它可以使用6年，是不是每使用1年这一个手机的价值就会减少，到1年减1000，1年减1000，直到最后一年这个手机对你来说没有价值了。所以说我们企业需要在账户当中右侧记录一下因为使用固定资产导致其价值下跌的部分。那请同学们，这个右侧这个金额怎么计算？我们需要搞懂3个要素。第一个，同学们肯定需要知道这一个固定资产原价多少钱，对吧，原价600万。第二个，你需要搞懂这一个固定资产等到我们使用结束的时点还值不值钱。哎，如果值钱，原价600万，等我们使用6年之后它还值100万，那这个时候总下跌金额是多少？是500万，而不是600万。因为有100万的金额最后没有因为使用而转移。最后呢，我们肯定需要知道的是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我这里举个例子，假设呢我们原价600万，净摊值是0，使用年限是6年，那相当于我们买了一个起重机600万可以使用6年。那请问同学们，每一年每一个期间
因为使用起重机导致其价值下跌的金额多少钱？同学，你脑袋里是不是第一时间蹦出了一个想法？600除以6，一年100万，非常合理。好的，这个100万就是因为使用固定资产而导致其价值下跌的金额。这一部分金额叫什么？我们单独起个名字，叫做累积折旧。同时，由于这一部分金额非常重要，我们起单独开一个账户，同学们看一下，单独开一个账户来记录因为使用固定资产而导致其价值下跌的金额。而这个账户呢，其实就是背底科目。上节课我刚刚讲过，关于累积折旧这一类背底科目，不需要去看我们书本上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类资产，它的金额下跌部分很重要，我们单独拉出一个账户来记录，这个账户起个名字叫做累积折旧。同时，关于累积折旧的计算方法有很多，刚才同学们，对吧，你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的方法叫做年限平均法，可以使用6年，对吧，600万不就一年下跌100万吗？但是呢，我们书本上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年数总和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去计算因使用固定资产而导致其金额下跌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我在我们的预科班我就不展开了，因为现在讲完你还是忘，同学们只需要知道这些方法是要确定折旧金额的，等到基础班我再展开。在这里呢，我想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固定资产因为使用导致金额下跌，下跌100万，假设当期，那请问这个100万去哪里了？同学们，假设我们有个设备，这一个设备是用于生产产品，当期，假设当年我们往这个设备上投入了价值1000万的材料，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呢用于生产我们的库存商品。同学们，这个1000万是不是属于我们存货的成本？对啊，属于。那请问存货的成本仅仅只包括原材料的成本吗？不是的呀，我们这个机器设备可以使用6年，总价值600万，年限平均法下，相当于我们使用这个设备一年的对价是100万，这个100万也属于存货的成本，我们也应当记录到生产成本当中。你好，想一想，固定资产金额我们因为使用导致的下跌，它是价值的一个转移，不是说没有了，如果没有了，凭空没有了，我们企业凭空亏了100万，凭什么呀？不可能呀，我们使用这个设备，它的价值转移到存货的成本当中了。同时，那所有的折旧金额都需要进入到生产成本账户当中吗？也不是的，我们需要根据这一个固定资产的使用用途来决定它的累积折旧金额去哪里了。假设我们企业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企业是因为办公，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这个房子里办公，那么这一个房子每年的折旧金额记录哪里？还能记录到生产成本吗？不可以啊，因为这个房子不是用于生产产品啊，而是经营办公。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累积折旧当期下跌的金额接着到什么？接着到我们的管理费用当中。再继续，同样是一个起重机，在后续使用期间，我们可能为其发生一些新的支出。最典型的是，哎，我们小小的修理一下，哎，这里螺丝钉，对吧，松了，我们拧一下，哎，这个地方擦一擦，简单的日常维修花了100万。哎，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一个起重机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对吧，坏掉了，哎，我们换一个新的。放到我们考试当中，这两类支出有个专门的名称啊，一个叫做资本化支出，一个叫做费用化支出。我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更新改造支出，相当于大的修理，更新改造支出；另外一类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维修，
那请问这些金额记入哪里呢？这个钱都要花，一共花400万，银行存款账户右侧要记入400万，但是这400万去哪里了？好的，当一项支出属于更新改造支出，是一个大工程的一个支出，我们将其金额记入到固定资产账户当中。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日常维修修理呢，我们将其记入到管理费用当期损益当中。其实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假设你买了一个跑车，花了1000万，对不对？然后呢，你开了一年，你发现这个发动机不行了，你花了300万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那请问这一个新的发动机的成本，你是不是要计入到你这个跑车的成本呀？同时，这个跑车你在后续行驶过程中，每年是不是要去维修保养，对吧？或者洗个车？我就问你，你会把洗车的钱计入到你买车的钱里吗？肯定不会呀，自己去思考一下。啊，当然呢，在基础班里还会详细展开，当一个固定资产，它在更新改造期间，需要将其账面金额转移到在建工程，然后呢再进行一系列操作。这里我简化处理，更多的讲解的是我们这两类支出的一个会计处理的不同。再接着，突然有一天，我们固定资产的金额又下跌了，只不过这一个下跌不是因为使用而下跌，是因为减值。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减值呢？我也不讲，对吧？官方定义。还是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是 iPhone 12。同学们，这个手机小道老师去年应该花了8000块钱买的，对不对？8000块钱买的，哎，很抱歉，怎么打个万？8000块钱。假设呢，我们这个手机可以用4年，是不是相当于我每使用一年花了我2000块钱？今天呢，我现在录这个课的时候是9月14号，明天 iPhone 13就发布了。同学们，当 iPhone 13一发布，我就问你，我这个设备还值8000块钱吗？众所周知，手机新品一出，这个旧款价格就哗啦啦流水。假设，对吧，流到2000-3000块钱，是不是相当于手机的金额在我小本本上的金额，它一比较发现更低了，真实的价格要低于在我小本本当中记录的金额，那该怎么办？我要把手机的价值调整到最新的价格。当然，这个例子仅仅是供同学们参考。如果说你真的要和实务中案例去对比，会发现有些不严谨的地方，没有关系。怎么理解？你相当于有一个固定资产，房子、车子和设备，对吧？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它不值那么多钱了，不值多少钱？在账面上现在记载500万，你发现它不值500万了。不值的原因不是因为使用，而是因为减值了。那该怎么办？这一部分金额虚增的金额，比较虚的金额，你该怎么办？你把它从我们账户当中划掉，我们划个200万。你发现，在账户当中，我们固定资产值500万，但是你发现这个资产给我们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力流入，也就只值300万。所以说，500万它有200万是虚增的，怎么办？把这个200万从我们账户的右侧把它给划除，减少200，这就是资产的减值。当然，更多的一些程序型内容，怎么减值、可收回金额这些专有名词，都会在基础班讲解。我继续引入。好的，那这时我们资产金额降低200元啊，200万。那这个200万去哪里了？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是一项损失，因为这一个200万的降低，并没有给我们企业带来任何好处。那这个200万记入哪里？我们新开一个账户，叫做资产减值损失。再继续，同样的，固定资产减值的金额很重要，我们又单独开了一个账户，记录这200万的金额，叫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它的性质和我们累积折旧一模一样，累积折旧就是因为使用这一个固定资产而导致其金额下跌的部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它核算的是非使用原因，对吧？一些减值原因，可能和市场啊，可能和未来经营情况有关的一些原因，导致这一个固定资产金额下跌的部分。
它也属于背底科目。来，关于后续计量，小唐老师想帮同学们梳理的就是减值这一个相关内容，涉及哪些科目？来看一下这两个科目。那如果说让你写分录怎么写？同学们，写分录怎么写？你来看一下，不就是借资产减值损失200万吗？然后呢，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00万，自己看，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说，虽然说我在初级的预科班当中并没有讲太多的会计科目内容，但是呢，我们第一章不讲过了什么是会计科目吗？会计科目就是一个交易或事项对相关账户影响的一个简化写法。我们都知道了，资产发生减值，我们需要在这两个账户当中进行记录。第一个账户，借方写200，第二个贷方写200，那不相当于借这个账户200，贷抵押这个账户200吗？会计分录自然就出来了，相关内容也会在基础班上详细展开。这个阶段掌握一些相关科目的一个名称即可。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固定资产的最后内容，处置。初级呢，这个处置很简单，要么就是报废毁损，要么就出售啊，什么意思呢？把这个设备卖掉了，或者说这个设备突然坏掉了，对吧？不用了，那该怎么办？首先第一步，当我们处置这一个固定资产时，这一个固定资产在我们企业的账本当中值300万，我们先把这个300万，对吧，填写在哪里？填写在我们的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相当于是一个中转科目。看一下，将原先账户的金额全部反向冲销，变成零了。但是这个300，我们最终还是在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当中来表述，相当于啊，这个资产在我们账上值300万。假设把它卖掉了，卖了400万。同学们思考一下，固定资产它值300万，它变成了我们的银行存款。但是你发现，哎，300万的固定资产变成300万的银行存款，这个是等号。但是呢，我们由于出售的过程中多收了100万，同学们，我们多收的这个100万固定资产属于什么？属于什么？我们找一个科目来记录这一个多收的100万，它就是我们的资产处置损益。资产处置损益，我们右侧记录的什么？记录我们处置资产的一个利得，左侧记录的是处置资产的一个损失。你来看，假设我们这个资产只卖了100万，你看一下，账上值300万的一个资产，卖了100万，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亏了200万？那账上有200万的资产去哪里了？是一个损失呀。我们记录在资产处置损益的一个左侧。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一个固定资产它不是出售，是报废毁损，那针对报废毁损，我们把相关的利得记录到营业外收入，损失记录到营业外支出。这也是处置当中的一个核心考点，我们需要区分处置的类型是出售转让还是报废毁损。出售转让相关的利得在资产处置损益账户的右侧记录，损失左侧。报废毁损，我们利得是在右侧，只不过是营业外收入账户的右侧，而损失是在营业外支出左侧。而这些呢，我梳理完之后呢，你会不会写会计分录？自己课后好好想一想，把会计分录写出来，其实很简单呀。你看一下第一行的，借银行存款400万，贷固定资产清理300万，贷营业外收入100万，对吧？当你知道一个事项对账户的影响之后，然后你一梳理，你会发现，对吧？我们会计分录自然就出来了，没有什么难点。以上呢就是我们固定资产的所有内容，我仅仅是展开讲了一个脉络，从固定资产的一个取得方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账户，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后续呢，在固定资产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价值会下跌，下跌部分其实就是累积折旧。这个累积折旧计算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刚才只讲了一个年限平均法，后续的方法我们在基础班详细讲解。那累计折旧金额去哪里了？根据固定资产的用途不同，我们去处也不一样，可能是生产成本，可能是管理费用，可能是研发支出等等等等。同时呢，固定资产我们后续期间也可能发生减值，就相当于这个资产它不值那么多钱了，减值的金额我们也在相关的账户当中予以记录，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同时呢，这一部分损失最终呢我们进入到资产减值损失当中。最后呢，我们这个固定资产最后终于出售转让或者说报废毁损了，我们需要先将这一个资产所有的金额转到一个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中转科目，然后呢当我们真正的报废毁损出售转让相关的账户金额把它抹平，我们收到银行存款差额，我们记录在哪里？记录到我们的资产处置损益或者说营业外收支。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学习一下我们下一个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无形资产，它没有任何的实物形态。同时呢，我们这一个专利权具有可辨认性，而且属于非货币性资产，意味着这个不是钱，不能说转化成固定金额的我们的价款。同时我们这个专利权使用超过一年。针对这一类资产，我们取个名字叫做无形资产，而不光包括什么专利权，还有什么商标权啊、土地使用权啊等等，这些权利它属于无形资产，看不见摸不着。那这一资产呢，对吧，照样给我们企业带来经济力的流入。到我使用这个专利权生产我们的这个鼠标然后去卖，不就赚钱了吗？那我请问同学们，无形资产这一个账户的左侧我们要记多少钱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呢？也很简单，看一下达到预定用途之前发生的合理支出都记录到无形资产的成本。这里呢同学们类比记一下固定资产成本是一模一样的。接着假设我们自己来研发与鼠标相关的一些专利权一些技术，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支出，这个支出我们最终将会分成两部分来看一下。一部分呢我们记录到一个账户叫做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另外一部分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的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那怎么记？我预科班不讲，都是有一些标准的，说啊达到我们的什么资本化条件，这个条件什么1、2、3、4、5，没有必要掌握。你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在自己研发无形资产过程中我们这个支出，对吧，如果是钱的话，贷方不就是银行存款吗？记录哪里呢？记录到这两个账户，一个费用化支出，一个资本化支出。那有什么区别呢？假设费用化支出当期记录200万，资本化支出记录到400万，到期末我们需要将费用化支出这一个科目的金额全部转到哪里？转到我们管理费用当中，意味着记录到当期损益。那我们记录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的金额，到我们这一个研发结束了成功了，研发出专利了，我们需要将这一个金额怎么办？来看一下，转到无形资产账户当中。这里帮同学们又引出了两个新的账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以及研发支出和资本化支出。唯一一点没有讲的是我们发生支出哪些进入第一个账户，哪些进入第二个，我们基础班详细讲解。我这里只是帮同学们去梳理相关的一个账户。那跟着我思考，假设我们这个专利最终我们自主研发成功了，400万的成本，预计呢这个专利可以使用20年。那请同学们，和固定资产一样，因为使用该专利导致我们价值的下跌，每年多少钱？假设年限平均法，每一年是20万。这个20万进入哪里呢？好，这个专利我们是用于生产鼠标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将每一期摊销的金额我们记录到鼠标的生产成本账户当中。与此同时，我们这一个减少额20万的价值减少额单独找一个账户，叫什么？叫做我们的累积摊销，对吧，它其实就是累积折旧的另外一个表述而已，一模一样。
累计摊销这个账户依然属于的是什么？属于的是我们的一个备底科目，用于记录我们的摊销金额。但是呢，如果当我们企业不知道这一个无形资产可以使用多少年，同学们，那要不要计提摊销额？要不要？这个时候就不用摊销了，我们只需要期末进行减值测试，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期末看看有没有减值就好了，摊销就不用摊了，因为不知道年限怎么摊。同样的，无形资产的减值以及无形资产的一个出售报废，它和我们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理念一模一样。比如说，无形资产减值进入到资产减值损失当中，处置无形资产进入到资产处置损益当中，等等等等，我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零基础这本书上已经有，你得翻一翻看一看，因为这个账户以及会计处理理念和固定资产一样，没有必要展开。等到基础班的时候，我再详细讲解。来讲下一个，假设呢，小曹老师通过生产产品去出售，赚了好多好多钱，这个钱花不完。花不完之后呢，我想进行一些投资，投资一些其他的一些，对吧？创业者，他们可能做了各种的一个项目，和我的生意不相关，因为我在我这个领域已经 number one 了，怎么做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发展前景。于是呢，我把闲钱去投资其他的公司。哎，这个投资，同学们，最普遍的一个投资，什么？买股票，同学们。好，买股票。假设呢，我想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首先呢，我把钱打到证券公司指定的账户当中。这个账户叫什么？之前讲过，其他货币资金，打了1000万。然后呢，我1000万去买了股票。买股票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而这个股票我们单独找一个小本本，这个本子名字叫做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记录其相关的一个金额。然后呢，假设我们是8月31号购买的这些股票，花了1000万，看一下1000万。到9月30号，你会发现这些股票的价值上涨到了3000万，价值上涨了2000，相当于这个股票值3000万。但是呢，在账户当中我只记1000万，行不行？肯定不行啊。所以说需要在账户当中，我们把当期的增加金额，这个2000万，在账户予以记录。同时，由于在9月30号我们这个股票没有卖掉，没有卖掉，那请问我们赚的这个2000万是真金白银吗？不是真金白银，属于浮盈浮亏。那请同学们，这个浮盈我们要怎么记录？找一个账户叫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个账户很简单，账户右侧记录是浮盈，左侧记录是浮亏。那会计分录怎么写？借交易性金融资产2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00。考试就考这个。哎，再继续，到了10月，咱们这一个股票价格上涨到了4000万，小曹老师感觉不对劲了，于是呢，把这些股票卖掉，卖了4000万，是不是银行存款增加了4000万？股票是不是没有了？股票卖掉了，所以说股票在账户当中的金额3000万全部结转。哎，你会发现我们少了价值3000万的股票，多了4000万。那是不是发现，哎，我们赚了1000万，多收了1000万的银行存款？那请同学们，这一个1000万的银行存款属于什么？属于浮盈吗？不属于浮盈了，因为这真金白银，这个1000万我们取个名字叫做投资收益，在我们的右侧来记录。哎，这位同学们，你没忘吧？投资收益右侧是增加还是减少？有没有印象？投资收益在右边，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利得，左边是我们的一个损失。好的，这就是关于我们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一个简单梳理。当然呢，交易性金融资产并不是只核算我们的股票。我们以前如果说买一个基金，买一个证券，
也是有可能，这有的用语也是有可能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然后呢，后续期间依然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价值上涨和下跌都要在账户当中予以体现。但是呢，浮盈浮亏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当中。真正卖掉了，出卖时点赚的这个差价就到投资收益。好的，我也不展开了，这个属于核心考点，对吧？每年大概率会考察不定向，得到基础班详细讲解。总结一下，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资产章节的所有内容。同学们会发现，说老师呀，你不是说资产篇有好多好多内容，而且考试考三四十分，那为什么你的预科班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是故意的，为什么？正是由于这一章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展开讲，掰开了揉碎了，会花很多时间，可能要讲一二十个小时，我们这个预科班时长就用光了。而且我认为，作为小白，你们刚开始连账户、科目、会计分录都搞不懂，你贸然去学习这些资产相关的一个内容，我这性价比不是很高，而且你学完也忘光了。所以说我选择在预科班当中帮同学们简单的梳理一下相关的会计科目，然后呢等到基础班的时候再帮我们这个框架里去填写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一个考点。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资产要素当中我们首先学习的是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第一个是库存现金，放在企业里的钱，同学们更多的需要掌握，哎，这个钱使用的限额是多少，使用的范围是哪些，以及使用过程中有什么规定。银行存款主要的考点就是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只不过预科班我没有展开讲解，相关内容基础班讲解。其他货币资金就是我们企业的钱，没有放在企业，没有放在银行，放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放在我们的证券公司，对吧，等等等等。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就是我们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商品给对方了，但是呢对方没有给我钱，如果对方刷脸没有给钱，说过几天给，刷脸叫做应收账款，如果没有刷脸，对方给我开了一个票据，这个票据呢可能由这一个买家来担保，有可能银行来担保，这一类这个票据叫做应收票据。接下来我们企业如果说在购买商品过程中我们支付的预付款就是预付账款，以及其他事项，我们企业经营过程中很多很多事项会产生一些应收款项，这应收款项统一放到一个垃圾桶的科目，叫做其他应收款科目当中。接着针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要么刷脸，要么是给一个票据，但是呢都意味着我们可能收不回这笔钱，所以说到我们企业判断，哎，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们提前把相关金额划掉，起个新名字叫做坏账准备，损失就到信用减值损失当中。接着关于存货，我们企业有原材料、库存商品，同时呢如果我们企业在生产加工存货过程中，比如说原材料我们要金额转到生产成本当中，生产完了生产成本的金额转到库存商品。那如果说我们企业把这些原料发给我们的友商，发给我们的合作企业，一个加工企业帮我们去加工，这些原材料也是属于我们企业的存货，我们将其转到委托加工物资当中，而周转材料同学们就可以看成是我们的一个包装物，非常简单。待处理财产损益科目其实相当于是我们存货盘盈盘亏的一个中转科目，先把相关金额我们在这一个科目当中核算，等到我们领导决定了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转到相应的科目当中。存货低价准备就是我们存货的减值，在途物资是我们企业购买这些存货还没收到还没入库，我们先进入到在途物资金额当中，而材料采购以及成本差异是我们原材料相关的计划成本法当中的内容，比较重要但是比较复杂，基础班详细讲解。啊，固定资产就是有些资产我们是通过使用它来赚钱，同时使用年限超过一年。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个固定资产自己构建，有一些中转科目啊，工程物资呀、在建工程呀，都是转来转去的，
最后呢，都是要转到固定资产当中。累积折旧就是我们因为使用固定资产而导致价值下跌的金额，很重要，所以单独开一个账户核算。固定资产几人准备？同学们可以类比记存货跌价准备，都是我们这些资产减值的金额。资产几人损失？无论是存货、固定资产还是无形资产，我们减值的损失都是计入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当中。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是相当于固定资产要处置了，我们处置之前先把与固定资产相关价值全部在固定资产清理中转科目当中我们进行中转，然后呢最后再转出，就是一个中转科目。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产生于当我们这个固定资产是报废毁损，那么最终我们这个利得和损失是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当中进行核算。接着，那如果说我们企业购买一些专利权呀、商标权呀这些看不到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帮我们企业赚钱，我们取个名字叫做无形资产。因为使用这些资产导致的价值下跌，我们就叫累积摊销。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去研发这些无形资产，研发过程中我们这些支出要么就叫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要么就叫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到期末我们有相应的处理，要么转到损益类科目，要么转到无形资产账户当中。同时呢，无形资产也是有减值的，也会出售，不过多赘述。最后呢，就是我们企业去投资，买了一些股票、一些债券，只不过是以出售为目的。当我们企业以出售为目的的话，我们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这一类投资性资产价值上涨和下跌，我们都要在账户当中予以体现。那这些浮盈浮亏，我们记录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当中。但是呢，当我们企业最终把这些交易性金融资产卖掉了，我们账户的金额和处置对价金额的差额，我们记录到投资收益账户当中。而以上呢，就是我们资产篇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会计科目，希望同学们课后把我们《零基础抢先学》这本书从头到尾给梳理一遍、看一遍，有一些细节性内容没有讲，我说没有必要，都一些规定，我把一些原则性和一些底层逻辑内容给梳理完了。咱们基础班好好的花，我估计得花10次直播课，同学们，10次直播课来讲解我们资产相关内容，包括做题，量很大。这里先打一个基础，包括有些内容没有讲，比如长期代摊费，我感觉，对吧？不是很重要，基础班再讲，同学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下相关的题目，可能做不对，比如说增值税我还没有讲，等到我们下一章负债篇的时候会讲解增值税，这个时候你会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资产篇当中我们在采购各类资产时支付的增值税为什么不计入成本，都是有原因的，不要急，慢慢来，题目都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错很正常，如果说你听个预科班，题目哗啦啦全对完了，100%正确率，这个考试太简单了。初级会计考试的确简单，但是没有那么简单，还是需要同学们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学习，特别是零基础同学。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资产篇的所有内容，我是你们的小汤老师，我们下讲再见，拜拜。